Hello， 大家周末好，我是摩根。5月11号今天正式服呢做出了不停机更新，更新的非常突然，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。除了洗剪吹云中军上线，还有三大活动开启。首先拿下云中军和他的半生皮肤赫鲁斯之眼，这是肯定的啊，不用考虑，有皮肤碎片的稍等再买，因为后面有更值得拥有的皮肤哦。话说这半生皮肤原画那么帅，模型怎么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？没有原皮帅啊。不管了，反正加属性就对了。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三大活动，累计登录领取新元部件和四大热门皮肤，节奏热浪、黄金风格绿、街头霸王、千年之狐，登录就可以领取14天体验卡，然后累计登录第二天呢，可以领取新元宝箱奖励，奖励了四款皮肤的发型，领取这个礼包后呢，选择对应英雄，然后开启礼包，随机获得发型，100%获得，这个不用担心啊。累计登录第三天呢，获得四款皮肤的新元部件，一样也是跟上个礼包操作一样，四选一，然后100%获得。累计登录五天呢，可以获得四个英雄的专属动作，这个是自选礼包，不是随机获得啊。累计登录七天获得训练武器宝箱，这个就难受了，概率只有25%，如果都是100%多好啊。然后就是累计充值活动开启，充值除了对应奖励，额外还赠送皮肤碎片，近期的积分夺宝和魔法球打折又来了个充值奖励，这活动真的强啊。最后就是皮肤碎片商店换新，圣诞恋歌和圣诞狂欢上线，两款手感极好的皮肤，这个有碎片的一定要兑换，下次指不定啥时候上线了啊。还有暗夜猫娘和德古拉也不错啊，具体喜欢哪个看大家的喜好了。好的，那么正式服今天的更新就说到这里，大家注意一下关键点，不要错失了相应福利。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